嘿，大家炫耀，这不是阿星 Lucky， 欢迎来到 Minecraft Friday。今天是星期五，然后我相信很多爸很期待今天的到来，对不对？我也超期待今天的到来。这礼拜我总共挑了八个问题，应该是很多爸也想知道这八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的问题。好饶舌哦，我在讲些什么东西？然后上一集就是上一集 Minecraft Friday 有爸问我说，为什么 Minecraft Friday 是 Episode 1？ 那是因为Minecraft Friday 它并不是 based on， 就是它不是 based on Underground 2， 有可能就是未来我玩到下一个系列或是下下个系列不是 Underground 2的时候， Minecraft Friday 还是一样会在今天陪伴大家。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把自己想要问的问题问给我的话，好奇怪哦，可以留在下方的评论告诉我，然后如果我看到我觉得很有趣的话，我会把它挑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告诉大家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实况 Underground 2 Minecraft Friday。 跟各位 Bob 说一声，在 off camera 的时候我一个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我的饥饿度现在已经快饿死了，我需要找点食物来吃。我的食物在哪里？永远分不清楚，永远分不清楚我的东西放在哪里。有 Bob告诉我说你可以在旁边就是放，就是说这里面放的东西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如果放那么多牌子的话其实蛮难看的，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很随意的这种方法，所以就算不知道是哪里的话，我还是会喜欢就是一格一格把它打开，比起上面挂着牌子上面挂着牌子还好看，我是这样觉得啦，不知道 Bob 是怎么觉得。在上集 episode 就是 off camera 的时候，我有做了一点就是红砖头，我也想要铺上面的东西。大家可以上来看到，就是我在上面花了一大番功夫，把这边挖出了一个超级巨大的大洞。虽然下面有些可以看到这种填起来的地方，这是从未出现在 YouTube 上面 10.5 级的那一集，对，我做了一个大洞。这个洞之后我会做什么呢？我会想要把这边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像是池塘之类的感觉。之后前面这边木头应该还是会再延伸出去，这边会是一个小咖啡吧。之后在前面一点就是小池塘，之后出来这边应该就是一种小瀑布，小 lake， 应该就是小瀑布，这样就是冲下去这种感觉。下面会有小池塘，然后我还就是稍微哦，想起来了，在 off camera 的时候它有长出几棵可爱的树，之后我就把它砍下来了，所以我身上有八块橡木。然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一只扭牛它已经是第二代了。哎，扭牛勒，哎，怎么剩下一只？哦，在这里。你好有保护色哦。他已经跟炸然融为一体了。这是第二代牛牛，所以上一代牛牛的爸爸已经变成生牛肉了，依旧没有就是掉下他的皮革，所以觉得有点伤心。好，那这就是上一集 off camera 做的事情。然后这一集我会想要把就是家里的那个地方稍微再布置一下。好，那首先第一个 Bob 叫做乔伟，他的大头贴超可爱，就像是一个阳光的男孩。他问我说，阿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阿神在拍影片的时候会不会越来越累？连生病的时候也会拍吗？其实我比较少生病，就是生那种大病，一年差不多只会有一次到两次吧，其实还蛮少生大病的。但是小病的时候就像是有时候会不舒服啊，喉咙痛啊，我觉得那其实都还好，那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身体不适吧。但是那种状况的话我还是会拍片，就是我只要还能坐得起来的话我就会拍片，所以感觉就是不会太累啦。但是说累的话就是我觉得课业这种东西反而是比较让我累呢。我稍微把这个地方填起来，会像是有一种隔间的感觉。好久没有用这种方块了呢，啊，少两块。然后这边会把它变成有一种厨房的感觉，所以这个地方也会打掉，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更多的红石砖块。对，所以我们把这边稍微清理一下，让它变得有一种隔间的感觉。哦，我在威比猪身上放上了那个，你有没有看到马鞍？我之后会想要做就是胡萝卜钓竿，是不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胡萝卜钓竿。这样子应该就能够起小猪威比了，对不对？这边也稍微挖开。上面的话，我挖那一层就好了，这样子就不用浪费那么多了，有点像是没有良心的工程一样。眼不见为净。
之后我们把这个地方挖起来。这边感觉要稍微点亮一点的，哦，不知道可以不挖得到，可以。然后，稍微把这个地方给点亮一点，先随便乱点。嘿，啊，我吸不到那个火把吗？火把是很重要的资源，吸起来，吸起来，居然吸不起来。哦，吸到了，然后我们把它给补起来。我们再去烧一点，烧一点粘土，然后把粘土变成红石砖，这个应该叫红石砖是不是？好，我们去烧点红石砖。所以回到问题，就是阿神拍影片的时候会不会累？如果有 Bob 一直追随我的话，都会知道我影片都是现在影片习惯都是礼拜六、礼拜天一口气拍七部影片。所以说会不会累哦？其实会有一点，但是如果每天都能够看到 Bob 的回复的话，其实我看到也会很开心。就像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你的回复是我持续下去的动力。诸如此类的话，所以我觉得只要看到 Bob 们在下方的评论或者在粉丝团上的 feedback， 尤其是后援会，我觉得后援会这个地方真的是蛮令人感动的。有时候过去逛逛的话，就会觉得哦天哪，Bob 们真是可爱，就有这种感觉，就觉得稍微辛苦一点其实是 OK 的，就是能够看到 Bob 们评论下来，就觉得好幸福哦。好，稍微把粘土应该是在这里，把粘土拿出来，然后之后把粘土拿去烧，这好浪费，好浪费煤哦，有点不知道，我们需要再去找煤，不知道牛牛先生长大，我才说你长大了没，你就长大了，我要去拿一点小麦，希望这次可以跑出皮革，我蛮想要皮革的，小麦在这里，之后我们把小麦拿去喂给牛牛先生。我们玩 Underground 2好像玩到现在第一次，就是除了就是作者送的几块牛肉以外，好像没有就是哪一只是妈妈，不要拿这个，妈妈是谁？牛牛先生告诉我妈妈是谁。妹，我不是妈妈，不要看着我，这只牛牛是怎么了？你在看什么？什么东西？前面有什么东西吗？就在那里，我带你去。你有看到吗？好，这只应该是妈妈，所以这只应该是爸爸。我们不需要爸爸，这个世界上不需要爸爸。好残忍哦。你要到这里了，再见。大家不准转头啊！阿神，不要带我去那里。不准，你给我进去，进去，进去。哎呦，他们一家都来这边了，他们要送爸爸走吗？好了，不要看了，你这样让我下不了手哎。不要看着我哦，跑走了，太阴险了，回来，没有办法，这是你必须面对的命运。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作的。我在吃你的肉的时候，我会满怀感激。好了，闭眼睛，一下就过了，不会让你痛的。你有给我皮吗？还是没有啊？哦，好吧，你就掉一块肉下来，让我有点小失望。食物箱是这个，永远都会开错箱子。我们来做一个胡萝卜钓竿好了，钓竿应该是好像蜘蛛丝对不对？好像要蛮多蜘蛛丝的，蜘蛛丝应该是在这里，然后是左上是不是？是这样子吗？还是三个木棍啊，感觉像是三个木棍的样子，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木棍咯。对，应该是这样子。哒啦，有了这个之后，好像只要加上胡萝卜就会变成胡萝卜钓竿了，是不是？胡萝卜应该在这里，我需要一个胡萝卜，也许是两个胡萝卜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只要把钓竿放在中间，放在这里，胡萝卜钓竿，有了有了。我想吃个胡萝卜，还没有吃过胡萝卜哎，胡萝卜要烤吗？哦，不用，我们来骑维比猪，嘿，维比猪要用这个是不是？然后骑在它背上 ，Go Go Go， 好可爱哦，喂，超猛哎，超酷超酷啦，冲啊维比猪！喂，我不玩了，好可爱哦！哦，拿成这个，一大堆动物往我这边冲过来，超可爱。话说 ，Bob 跑去哪里了？他
他又一个人在耍自闭了吗？爸，不要这样，我听到zombie的声音，而且很近。我不管了，好近哦，是在外面对不对？哦，爸，不要带我出去了，是在外面吗？爸，是不是在这里？哦，果然，走开啦，没有人喜欢你。嘿，然后把它采集一下。哦，我都忘了，我都忘了回答题目了。哦，我看一下，下一个 Bob 叫做 Poka， 我知道这个 ID， 这个 ID 在很久很久之前我的 Minecraft 影片里面就有，你就有在下面留评论，对不对？我还记得你，对你还蛮熟悉的，常常看到你的 ID，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 Poka。Poka 问我说，阿神爸妈之前比较不认同你实况，那有没有为了实况反而吵架？我那时候爸妈不喜欢我，玩电脑游戏的时候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大学就反而比较释怀了。所以，在高中的时候我还没有拍什么实况，所以那时候说有没有为实况吵架过，反而没有，反倒是我爸妈就是他们还会看我的实况影片，所以搞不好我妈现在正在看。嘿，妈，我在这，在 YouTube 上面。对，所以就觉得其实他们就是等我长大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其实还看得蛮开的，就是小时候他们只是怕我沉迷，所以才对我管这么严，但是长大之后他们其实人都很好。然后说到我爸，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家伙，他是一个死板板的公务员，小时候就只会一直读书一直读书，也希望我一直读书一直读书，但是他只要一下班之后，他就会打开 PS3 开始玩 PS3。 你就可以想象一个平常就是在压公务的公务员，然后回到家就开始玩 PS3， 玩一些 Call of Duty 啊，还有一些游戏之类的。我听到 Zombie 的声音，我要下去解决他。哦，哇哦 ，King of Zombie！ 哦，哎，拍个照嘛，你好酷哦，你身上那是附魔装吗？是吗？哦。嘿，哦，你好厉害哦，果真是 King of Zombie， 你下去哦，嘿，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哈哈，他刚刚这样可以碰得到我，你怎么碰到我的啊？哦，有掉什么东西吗？看一下。啊，你身上穿那么好就掉一块腐肉，有没有搞错啊？太离谱了吧！你是僵尸王哎、欸！哦，这太离谱了，这太离谱了，不能接受。我要走了，我还以为你会给我一些什么有趣的东西、欸。好，我们上去。所以我觉得，我爸就是一个蛮神秘的家伙，而且有时候回去的时候打开抽屉，你还会看到他会多买一些新的游戏在里面，像是《The Last of Us》。那一片也是他买的，那一片不是阿神去订的，是我爸自己买回来的，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蛮惊讶的，而且他还买典藏版呢，有没有搞错啊？我在那边一直在绕些什么东西，让我想一下哦，我在等这个东西好，对不对？下一个 Bob 叫做叶璇，他问我说，阿神有没有被暑假特产骚扰过？我在想说，你的暑假特产是不是指就是阿神的一些 bub？不是 bub 哦，我知道有些 bub， 知道我有时候会讲一些 bub， 就是像 bub 中间的泡泡破掉，就像他们的脑袋破，对，就是一些蛮讨厌的人。我觉得你要当一个好的粉丝的话，就是不要去骚扰别人，然后像是有一些歌曲啊，像是武士先生的歌曲啊。说到武士先生，最近他有演唱会，工商时间一下，阿森有买那个演唱会的门票哦，在台湾，所以你有要去吗？搞不好阿森就坐在你旁边。我蛮喜欢武士先生的，然后武士先生的歌也都超级赞的，所以就是 BGM 蛮爱用他的就是歌曲，如果就会看到有些 Bob 就会一直在那边吵说，这首歌是阿神的专用曲，谁的专用曲啊？那才不是我的专用曲哎，是武士先生的专用曲，那是他的歌。阿神其实很喜欢他的歌，所以把它当成 BGM， 所以千万不要就是再去吵那种东西了。我觉得你去吵那种东西的话，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对我来说，那些就是 Bob， 就是我不喜欢的那些 Bob， 所以我觉得
要当个粉好的粉丝的话，就是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实况组啊，在下面就是我点喜欢的话，你们会去那边去鼓励他，然后看他的影片，而不是说阿神有来过，阿神点了我才来，我觉得那些都是不好的行为。所以看到一些鼓励那些影片的实况组，像是某一个日本小萌妹，她的里面就有很多是 Bob， 但是很多 Bob 都很喜欢她的歌，然后就有说她的歌很好听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些 Bob 让我感到很骄傲，就是因为有你们才会有这么好的 Bob， 所以让我骄傲好吗？可以吗？很好，所以我喜欢这些 Bob， 然后不喜欢这些 Bob， 听起来蛮像的，但是之间有点小差别，你是哪一个呢？所以有没有被这些暑假特产骚扰过？我是觉得，我刚开始在拍 Minecraft， 不是在拍 Minecraft， 刚才在实况的时候，我知道会有一些专门就是讨厌你的人出现，然后他会很不喜欢你的影片，就算是他没有看影片，他也会特地的到你的影片里面去点个不喜欢。然后起初我对这些东西很不适应，我觉得。我就好辛苦拍影片，结果你就这样重伤，我就会很难过一阵子。但是，自从就是我看了 PewDie 之后 ，PewDie 前一阵子，差不多半年前左右，他也有遇过类似的事件，然后 PewDie 反击了。不过后来就是蛮多人不喜欢他反击的样子。这边都长出来了，我稍微把这边给弄起来好了。然后 PewDie 后来有发出就是道歉的文章之类的，不过过了一阵子之后 PewDie 释怀了，他觉得那些东西不值得他去花时间在那些人身上，然后后来 PewDie 就是只看到开心的，然后分享出他的喜悦，虽然有很多批评的也是会让他有成长的动力，但是那些恶意的批评，也就是外国人就是在 YouTube 上面俗称的 YouTube HaterYouTube 就是YouTube 这上面的仇恨者是吗？就是专门是什么？为什么每次 Minecraft Friday 都会大得头？就是专门找你麻烦的那种人。我觉得那种人之后我也开始慢慢的释怀，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些人身上，毕竟人生那么短暂，何不就快乐的度过自己的人生呢？看自己喜欢看的东西，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开心一点，把身上的东西收一收，身上好乱哦。稍微整理一下，我知道我身上包包很乱，对不对？很多包快受不了了，我现在马上收，对不起，不要 hate 我。这边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子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呢？那下一位 Bob 叫做，下一位 Bob 叫做 Tony NG， 还蛮可爱的。他问我说：“阿神会说粤语吗？”粤语哦。那时候 Taco 英语还有小雷记，他有教我一点点东西。我看一下哦，大家好，我是阿星 Clucky。然后，还有这一句，还有这一句，雷记雷好烦。他的意思是说，小妮子你好烦哦。还有这个，雷记龙海，小妮子让开。他们都教我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罗海雷记错。其实不太会念的，有点忘记了。还有这句，雷吉搜三，小妮子闭嘴。所以我会讲一点粤语，但是都是不怎么好听的话。我在这边绕些什么东西啊？我想到了，我要来做，红石砖。我发现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四处乱绕。有时候回神过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绕去哪里，我把那个东西收到哪里去了？是杂物箱是不是？咦，烧出来的东西呢？有 Bob 可以帮我倒带一下，我把它收去哪里了吗？还是在我身上？我没看见，没有啊。咦，在这里，我根本没有拿出来。我觉得这样不够这样不够我布置用，还需要再多一点，所以我等一下还再烧一些。所以我会一点粤语，然后是。就是 Taco 英语小雷记他们教我的，还蛮有趣的，都教我一些有的没有的。好，这样好看多了之后，把这边给挖起来。我还需要差不多两个吧，我再猜。不对，三个，一个、两个、三个，我还需要三个，所以我还需要再烧一点。会，有点懒得计算需要多少个才能烧出三个，所以我就果断丢24个进去，希望可以烧出三个。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叫做
其实我有点忘了你的名字怎么念了，你的名字叫做克洛伊是不是？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克洛伊哦。我看一下哦，他的打很长，而且还是英文诶，我觉得很特别，是打英文，所以我就把它抽下来了。我相信这一集 episode 下面会有一大堆人打英文，但是我下一个不会再看英文了，所以就不要留英文在下面。克洛伊问我说 ：“Can you tell us how did you build 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plumbing？” 他说我们怎么建立啊、就是建立relationship 是关系是不是？就是我跟梅子怎么建立这个关系的？然后他说 ：“I'm sure that many of us are really curious about that。”他说我相信很多 Bob 都会就是蛮好奇的，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没有翻译错吧。我跟梅子哦，这是一个蛮神奇的故事哎。我跟梅子是情侣关系，相信很多 Bob 都知道了，很多 Bob 应该都很希望我跟阿谦是情侣关系，对不对？但是不是。我跟梅子是情侣关系，然后我需要把这个地方整理一下，还是胡萝卜可以种在泥土上面了、啊？哦，不行。哦，所以现在胡萝卜就是踩坏了之后还是可以用，对不对？我这边都熟了，稍微采收一下。好久没来这里。我跟梅子怎么认识的？就会说到蛮长一段时间之前的。那时候我第一次认识梅子是在网络上，没有错，你没有听错。我跟梅子是网恋开始的，然后那款游戏相信爸本猜也都猜到了，是马奇。对，所以马奇这个东西让我就是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也就是得到了很多羁绊，所以我才会说网络这种东西有时候会得到你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虽然在现实中有交过一两个女朋友，不过感觉就是没有合得那么来，反倒是梅子应该已经算是我交往最久的女朋友了吧。希望未来也会继续下去。然后我是要做什么？我要做锄头是不是？所以我需要不行，这是家传之宝。我需要木棍，然后我没有木材了，所以我需要做一点出来。有了木棍之后，我可以做可以做锄头。锄头应该是长这样子，哦不对，这是斧头。锄头是长这样子，啪啦。然后我想把铁放进去，整理一下。我去稍微把那边给种植一下好了。锄头放在这里。那时候认识梅子是在玩马奇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拍影片。哦，让彼得声音好大声，应该是外面。那时候第一次认识梅子是在马奇，我在拍一部。那时候应该叫做小电影吧，那时候还没有叫做微电影，应该算是小电影的时候，小短剧。那时候在拍，忘记是哪一部了。梅子只是其中一个临时演员，她也不是那个就是女主角。那时候跟梅子很不熟，不过我那时候的女主角就是帮我在找临时演员的时候，就找了她的朋友。爸，我跟你说过几次了，不能上去这里。当我在讲爱情故事的时候，你不能来这里下去。爸表示，你再讲下去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要跳海了。不对，这不是海，我要跳井，投井自杀。不行不行，嘿，一宿，不能来这边玩，知道吗？生气。对，所以那时候就是算是一个跟梅子搭上线的关系吧。不过在认识梅子中间过程中，差不多过了半年吧，就是我才跟她慢慢熟起来。所以半年之间我有交女朋友，然后梅子也有交男朋友，所以就是另外一段非常神秘的爱情故事了。嘿，玩起来。听到这边有 zombie 的声音，应该在这附近，不会错的，搞不好是在上面，因为没有其他地方会有 zombie 了。会，哦，蜘蛛哎，啊，啊，你在这边做什么？奇怪，那 zombie 呢？我一直觉得这边够亮，应该是上面的地方跳上来的。所以这就是我认识梅子的，就是认识梅子的第一次契机啦。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 Starbucks 咖啡厅，那时候，我喝着抹茶，对，抹茶奶茶。
然后我就在等妹子来，然后等了好久好久。咦，哦，我想说为什么这边会有个洞，好像是我自己挖的，对不对？然后 zombie 的声音好大声哦，该不会是里面吧？糟了糟了。哎，Bob 呢？我听到 Bob 的声音，所以应该还好吧。我刚听到 Han 的声音，不会是这里吧？咦，没有啊？哈，所以是代表还有其他的洞窟咯。讨厌，上下左右不知道是哪里的洞窟。嗯，所以这样子就稍微就是我跟梅子第一次认识，还有第一次见面，不知道 Bob 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有吗？很好，那下一位 Bob 叫做，哦，我看到了，下一位 Bob 也是梅子的问题，他叫做 Anna。如果没有念错的话，他说很喜欢这个节目。阿生跟梅子交往的时候大概是几岁啊？家人谁知道？哦，人哦，家人谁先知道的？哦。哦，我稍微看懂了你的意思。嗯，我先来拿一点历史好了，稍微就是把这个地方布置一下。我还需要一点啊，掉到水池里面了。我还需要一点骨粉，所以骨粉是在哪里啊？我是不是把骨粉都用掉了？哦，骨粉在我身上，所以把这个放在这里。好，身上好杂乱哦，把东西放进去。整理，把东西放进去，整理，然后把东西放进去，然后把东西放进去，整理。好，先这样子。嗯，第一次认识梅子哦，认识梅子的时候哦，交往的时候是几岁哦？交往的时候，我跟梅子交往快要三年了，两年多。所以应该是17岁18岁的时候吧，对，那时候正值青春年华时期。对，那时候是第一次跟梅子交往的时候。妞妞你好。我想这边再挖开，然后也许是这样子，然后种点泥土下去。这边会用骨粉把它撒下去，希望它可以长出一点花。 OK， 没有。没有关系。我身上自己好像还有点花，所以我可以拿花过来。花应该是在这里，然后我想用就是点缀它一下，就不会那么枯燥乏味了。这样子好多了。然后里面这个地方我也想用骨粉撒下去。我的骨粉在这里。嘿，好，这样之后里面会再有更多绿绿的地方，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再更绿一点。好，这就是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跟梅子交往，然后家人谁先知道的？应该是我妹先知道的，然后我妹就大嘴巴去跟我爸妈讲。所以其实还好啦，家庭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妹妹大嘴巴，然后就跟爸妈讲。所以才，哦，这个是在这里。对啊，就是其实我们家还蛮和乐融融的，所以我爸妈其实也没有什么排斥。18岁了，差不多该嫁人了，不对，开不出，差不多该娶梅子回，不是啊，娶媳妇回家了。哎，媳妇，娶，是媳妇吗？其实我不太会用一些国文的词，哎。身上有点红砖头，把红砖头合成成红砖，六个红砖应该够。然后我感觉，我家里的 zombie 的声音越来越大声了，我的天哪、啊！嘿，好，这样子感觉不错。之后还有三块，也许，放在这里，然后会想要用点树叶去装饰它一下，有一种混合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树叶是在方块区这里，嘿，然后把它填上去。下一个问题是，哦，下一个问题叫做Q Candy， 还蛮可爱的。我刚刚一直是说八个问题，对不对？结果我发现我跳出来八个问题，有两个问题是一样的，一个叫做 Alex Lee， 另外一个叫做 Candy Q， 对他们两个问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Alex Lee 他问我说，阿神是怎么认识各个成员的？我是
然后哦 ，Candy Q 他是问我说，想知道阿神是怎么认识 OUR 所有的成员，所以其实他蛮像的，没有想到我挑了一模一样的出来，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对，就是他们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各个成员梅子的话我应该已经讲过，先从最早的开始讲好了。我认识最早的是阿谦，认识阿谦的时候，在上一集 Minecraft Friday 的时候也有讲过，很多爸比就是也都听过了，对不对？然后我稍微把东西给整理一下，然后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啊？我需要水桶，你的水桶是不是在这里？对，你的水桶在这里。我还需要这个东西，石头在哪里？石头。然后我还需要什么东西？思考一下。好，感觉这样子够了。哦，我需要装水，我都忘了。嘿，然后另外一个。之后爬上来，我想稍微把湖畔的感觉做出来，所以其实我不用石头呢，我可以把这个放在这里，之后用斧头挖出三格，作为暂时的永恒水源，然后另外一格放在这里，这样子就是无限水源了。然后我们有了无限水源之后，我也想要把这个火把都打掉。这边还有火把吗？没有。这边还有火把吗？有。然后我想把这边再稍微挖一点，就是让它的高度起伏不会这么大。然后这边也会挖深一点。会。就是有些深的地方，然后有些不是深的地方。然后也许这边会产生一些暗流也不一定。好。感觉起来还蛮棒的。接下来我们要尝试的把这边填满。接下来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其实我不太会用水流这种东西，所以搞不好会弄得很糟也不一定。像是让我思考一下，我的这边这边要先把它给，对，我这边不应该把它挖起来的，所以有点小后悔，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再把它填起来。对，把它填起来。然后这里应该还差不多。好，然后这个地方要慢慢的把水给填满，好难哦。好，继续回答我的问题啊，不是你啦，你要来凑热闹。我吸不到了，讨厌，没关系，会这样子。第一个认识阿谦在上一个 Minecraft Friday 讲过了，对不对？那是因为我玩 Mabinogi 这款游戏的关系，所以认识了阿谦这个人，然后也因为乐团的关系也认识了阿谦这个人，然后发现我们两个都还蛮爱玩游戏的，所以就此搭上线。这是大家就是应该已经蛮知道就是我跟阿谦的关系。然后接下来是我看一下，接下来我认识的应该是小夏。我认识小夏反而比认识梅子还长。就是我是先认识阿谦，再来，哦，不对，我先认识阿谦，再来是认识狗子，再来才是小夏。所以我先来讲一下狗子的故事好了。狗子的故事蛮酷的。我是怎么认识狗子？狗子的表哥是我的小学的同学，然后狗子这个人是怎么样？他是我妹的同学，然后就某一次我在玩马奇的时候，在网咖玩马奇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在上集 Minecraft Friday 有说到，就是说我爸妈不喜欢我玩线上游戏，所以我都会偷偷跑去网咖玩。网咖这个地方能少去就少去，因为那边其实不管多好的网咖，你永远不知道上一位客人他们在网咖做了什么事，所以其实卫生上来说还是蛮不太好的，所以能尽量不要去就不要去。然后我就在网咖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跟就是狗子的表哥去网咖一起玩马奇，然后那时候狗子也在旁边，然后我又在拍影片，狗子帮了我很多忙，就像是一些拍片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东西。之后我们就此大家上线了，然后过了不久之后，他就开始会跑来我家玩，我不知道为什么，狗子就开始会跑来我家玩，之后，就变得很像杰哥一样。我家很大，没关系，玩累了就睡。之后狗子就开始喜欢睡在我家的我先把这个地方填起来好了，喜欢睡在我家的地板上。
或是沙发上，他很喜欢睡在那些奇怪的地方。你可以看到粉丝团上面就是有一张照片吧，是狗子，是狗子，哦，这个地方会不满，没关系，我把它填满。是狗子睡在我家的地板上的照片。如果有兴趣的话 ，Bob 可以把它挖出来。对，然后 Bob 们有就是有 idea 该如何把这个地方给填满吗？我实在不是很会填水洼，哎，有点难，该怎么填才好啊？我的天哪，啊，好，先跑回去。这就是认识狗子的，就是认识狗子的过程吗？还蛮神秘的，对不对？我相信爸比会觉得很奇怪，我也觉得蛮奇怪，怎么会变这样？把这边填起来。接下来我认识的是小夏，小夏是我在拍影片里面其中一部小短片的女主角。不过那一部影片后来没有完成，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事情，所以没有完成。我记得在当初，在当初拍就是那一部影片的时候，我记得小夏有问我一句话，跟我说，以后阿神你当老板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当你的秘书啊？然后我跟他说，好啊。所以，小夏之后消失了两年吧。对，我两年没有看到他。两年过后的时候 ，OUR 已经成立了之后，我又开始跟小夏联络上了。所以，我就跟小夏说，我现在需要一个秘书，你可以当我的秘书吗？小夏就说好。所以这就是这就是我认识小夏的过程吧。也是因为马奇拍片，所以我才觉得马奇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让我认识到了一大堆的人。天哪，这水洼好难搞哦。我觉得我应该花很多时间去搞它。也许可以用在 camera off 啊，这边实在是太难搞了。嘿，我要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交给未来的阿神去做好了，太麻烦了。认识完小夏之后，接下来认识的应该就是梅子。梅子的故事大家知道了。然后下一个认识的是叫做丹丹。对，其实丹丹应该是跟小夏同一个时期。那时候我在拍马奇的时候，我拍了一部影片，已经拍了完成了之后，马奇那时候有一个地方叫做奇幻世界，大家可以看到下方的详细更多，可以看到奇幻世界的连接。那个地方超级神秘了，超级神秘的，有非常多的回忆在那里。然后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奇幻会廊，是不是？还是什么地方？对，那边有很多就是很厉害的会议师。然后我那时候拍完影片就需要一幅就是能够衬托我影片的画，就是宣传画之类的，所以我就寄了很多私信给很多的，就是会师，有没有就是会师能够帮我的影片就是画画之类的？我寄了差不多三十封信吧，然后有十二封信回复回来，然后其中有一个会师就是丹丹，然后之后又跟丹丹失去联络了。但是如果大家想知道我怎么跟丹丹就是又搭上线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左上角应该有个连结，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一部影片让我跟丹丹重新相遇的一部影片吧。很感谢他的室友，好像叫做青田，对不对？青田姐姐。有时候有跟青田出去玩，青田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大好人。好，然后这边应该已经弄好了，然后身上的小麦也蛮多的。我一直听到骷髅弓箭手还有 zombie 的声音，感觉就是在外面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啊，也许是在二号洞窟也不一定。我想下去看一下，下去二号洞窟看一下。嘿，没有啊，这边有点像是陷阱，就是有时候 zombie 会积在那个地方。也许是下面，也不是啊，没有什么啊，我在这里可以种树，对不对？哦，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边还蛮大的，怎么没有 Bob 跟我讲？哦，这边就有那么一个大的区域可以种树啦，啊，我傻傻，也没有 Bob 告诉我说那边有很大的区域可以种树。我刚刚看了那个地方，想说那地方好大哦，好像可以拿来做点什么，可以拿来种树。我需要一点泥土，然后需要一点树苗在这里，树苗，然后我还需要一点火把。 OK， 这样子应该够了。泥土放在这里，这个放在这里，好，可以了。我要下去种树，
下面蛮危险的，但是我平常不会下去，所以也许下去的时候我就有很多树木可以用。哦，这根本是种树的居家好地点嘛。嘿，这边种一个，嘿，这边种一个，然后这边挖起来，这边也种一个。嗯，三棵树感觉不错。嗯，感觉都会长大呢。好，那这边就种三棵树，希望它会长出来。然后我需要一点食物。嗯，回到问题，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丹丹？所以这就是我跟丹丹的相遇。下一位是阿静，阿静就蛮特别的。阿静真的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的上一个女朋友是跟阿静就是一起认识的，是啊，他们好像是那时候是一坨朋友，一坨朋友，这样听起来怪怪的。爸爸在看我哎。对，那时候我在认识前女友的时候，还有就顺便认识了阿静。阿静在马奇里面的角色是女生的角色，我以为她是女生，所以我就跟她要了 Skype， 结果是个男生，糟糕。对，就这样子误打误撞就认识了阿静这个人。之后有跟阿静一起拍影片啊，还有一些就是做一些事情。哦，这是生马铃薯，我想吃烤马铃薯。嗯，烤马铃薯在这里。妈妈妈妈妈。所以阿静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角色。我刚开始以为她是一个女生。哦吼、哦、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好恐怖哦！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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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加强一下，我要加强一下家里的亮度。哦，啊，爸爸在哪里？红色警戒！嗯，我听到爸爸的声音。哦，天哪、啊！红色警戒！哦，这样可不行，这样好危险哦。嗯，火把，我需要更多火把。一定有 Bob 在心中想说，阿森我就跟你讲吧，就跟你讲会生脏笔，就跟你讲太暗了，你就是不插火把，活该。哦，对不起。嗯，插火把，嘿，嗯，把煤炭放回去。嗯，煤炭不是，哎、欸，煤炭是在这里吗？好像是哎、欸。啊，好危险哦。嘿，到处插火把。哦。嗯，也许上面也会生出来。嘿，啊，失败啊，没关系，嘿，随便点。哈、啊，这样够亮了吧？我家突然变得好亮哦。嗯，这样感觉差不多。为什么还有 zombie 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啊？好恐怖哦！太恐怖了吧！好，下一个故事应该是巧克力的故事。巧克力是我在开始实况 Minecraft 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我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巧克力帮我想了很多问题。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会想的人。然后而且他，怎么讲，就是他其实有时候想的 idea 就是都是跟我是相反的 idea。有的时候会觉得他真的是很讨厌，就是我觉得我明明是对的，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常常因为这样子，就是。我们的 OUR 里面的就是想法有更多元化，然后哦，扭扭出来了，我需要你给我一点皮革啊，他是妈妈是吗？所以你是爸爸咯，好啦，爸爸跟我来。小孩子没有妈妈可不行，但是没有爸爸的话其实也还好。来吧。哦，他们一家三口都来了。不行不行不行，你过来。好了，闭上眼睛，大家都不准看。现在就是要让我有自由感就对了，是不是？嗯，有皮革吗？好，还是没有皮革。我发现他们很不喜欢给我皮革、欸，哎，伤心。我要走了，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下一个，对，这就是我大概认识巧克力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巧克力实在是一个非常会想的人，而且 OUR 这个团队里面就是需要一个会想的家伙。对，不然就是靠我这个笨脑袋，总有一天 OUR 会被我弄爆。
对，差不多就这样子，不知道树长出来了没，是不是太天真了呢？对，树还没有长出来，听说亮一点的话树好像会长比较快，长高啊叔叔，用力长，好，随便乱点我现在随便乱插火把了。最后一个追过成员应该是半半，相信有从很久之前就开始追随我们的 Bob 就应该知道半半是Bob 不行玩这个哦，嘛嘛超近对，就会知道半半是一个半半跟大家一样是一个 Bob， 然后那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会师，然后半半很努力的就是让我看到就是他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所以半半就加入我们咯。你一定会想说我也想要加入，我也要很努力，但是现在 OUR 不收人了，所以没有办法，すみません。对，这就是认识九个团员的大概大致上的样子是这样子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更了解我们了一点。对， OUR 差不多就是这样成立的，然后我觉得今天的问题也就差不多到这里了，而且讲的喉咙其实有点小小痛痛的。不知道实况多久了，也许有30分钟，也许有40分钟，也不一定了。希望你还喜欢这一集，就是 Minecraft Friday。然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问我们，可以留在下方的评论，不管是Facebook 上面还是 YouTube 下面，我都会看得到。所以如果你有想问的问题的话，可以留在下方的评论在下面，我会看得到。然后下礼拜应该会出有趣的问题，让 Bob 们想要知道的问题。然后我们下个礼拜Minecraft Friday 再见咯，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点左下角个喜欢，然后在左上角个订阅，随时订阅影片频道，随时跟踪影片动态，我们下个礼拜 Minecraft Friday 再见， See you guys， Bye bye， 看一下这房间里有什么，猫咪猫咪猫咪在里面耶，这样不行啊，这是哪只猫啊，感觉像是这一只